一般常常避免有多少的一个内容。马上那个花灯车就要过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警车开路。前面这些都是广告赞助商。哇，这边是帅哥，那边是美女，我应该站那边去。
just me keep them like this. Keep follow me like. เอาแล้วเปิดบอกฟังเลยเนี่ยสามเณรน่าก็ยังสุขได้ตกแต่งหน้า
双眼就破裂。哎，看完这个就回去。完了吗？没完，我说看完这个就回去休息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出发去哪里？明天坐车。你想好去哪里了没有？晚上不就有发给你看一下？可以啊。可以参考一下嘛。神坛之上，天灯的顶部以花、钻石、棉花、金花和水晶装饰，尤其水晶在祈祷仪式中向来被视为珍贵的象征，金、银、绿、红则是天灯装饰的幸运之色。梅州大学所制之天灯，其形状、细部和颜色，乃至于游行队伍其服装和表演，皆在呈现天灯节其传统兰纳文化艺术的底蕴和美丽融合。Thank you.
他在发什么？发发纸巾。
发一张图给你哦，先放在你那里先。